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第三面，第二行看起，经题“吉凶”两个字，吉顺福类，这个顺服这一类越吉，逆祸类越凶。这个经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字啊。我们学佛到底是吉还是凶啊？当然，吉是从正面说。凶是衬托的，衬托的一个字。普贤菩萨在十大愿王里面告诉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做到了，那就是无往而不吉利了。那凡夫为什么凶多吉少呢？菩萨为吉无凶，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吉凶祸福啊。它的根源呢，就是善恶的业习啊，种善因得善果，这是吉啊。那不善的因呢，当然你得不善的果报，这是凶啊。所以吉跟凶啊，从果上说的啊，它的因呢，就是善根。昨天晚上，我跟李会长谈了三个小时。这个外面一些谣言、误会，那总算澄清了啊，所以谣言止于。是的，谣言不能轻易的就相信，轻易相信呢，往往就误导了我们的心智。过去韩馆长护持我们30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谣生事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要把那个谣言的根找出来你来给我说的某人说你怎么样是？你听谁说的那就是然后把那个人再找出来，找到最后找出来是你说这个话动机在哪里，你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两次追问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这些是非人口他是要追根究底把造谣生事的人给抓出来问你的动机何在，用意何在绝不听信
那么我们今天虽然不去费这个心去抓那个造谣的那个人啊，但是我们当事人呢对面谈谈呢，这个问题就澄清了啊。就我在这一次离开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啊，我在香港听到的啊这个谣言啊，说李慕言要把净空法师啊赶出新加坡了啊，我听了这个话，我说我们要做心理准备，不要说人家赶我们再走，这个面子就不好看了啊，我们一到新加坡赶紧就准备走，又说以后还好见面呢啊，这一谈是没有这个意思啊啊，他是非常诚恳的希望我继续留在这个此地啊，而且这边积极还要筹备培训班第六届啊，现在已经开始筹备第六届了啊，隔壁这块地也准备把它买下来啊，它有10000多尺，大概比我们这里大一倍，我们这只有6000尺啊，那么这个17下那边你们都去过的啊，他要准备在那边建大楼，已经画了2个图样了，还不满意啊，真正发心呢在护持佛法了，并没有不向外头传言的时候要把我赶走啊啊。那昨天我也给他说明啊，这个离开台北华藏图书馆这些同学啊，为什么要移民到澳洲去，我跟他也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些同学跟我10几年在新加坡的3年全部都做义工啊啊，培训班办这么多届的时候这些人都没参加，都从事于护持的工作啊，但是他们在新加坡没有身份啊，不是永久居留啊，那么不是拿这个工作准证的呢，就是拿这个学生准证的啊，有效期间就是1年啊，1年过后要再申请啊，如果申请不准，那你一定要离开新加坡啊。当然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李慕言居士做领长啊，做净宗学会长绝对没问题，他哪一天不做了，像上一次他要辞职啊，坚决的辞职，阿本来告诉我都害怕了，我说他一辞职我们要走路了啊，所以赶紧就要想办法走啊啊。他辞职的时候下面来个会长说，我们不要办培训班，我们也不喜欢奖金，那我们只好走路啊，那临时叫我们走路的话，我们就措手不及啊啊。那他也跟我说啊，他还是劝我们回来啊，他说你们到澳洲的时候，那个汉生彝族党啊将来执政的时候恐怕是很有麻烦的事情啊，他说你们在澳洲啊是当2等公民啊。我说这个我晓得，我们在全世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当2等公民，我回到中国也是2等公民，也不是1等公民，生来就是2等公民的命嘛，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搞1等公民呢？是不是？所以我昨天跟馆长会长开玩笑了，我说我4等公民都可以，我都行，我只要时间，我只要安定
啊，他说那恐怕将来的限制你活动，我说我什么活动都不要，我关起门在家里念佛，在家里头教学，啊，外面活动我绝对不做，这是四等公民，我说行啊，我这个我愿意做，啊，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够了生死啊，才能够往生啊。啊，我们不是要求对外搞什么大规模活动，不是搞这个。啊，如果能有五年的时间，我们的学生在德学、啊道业了都有成就了，根就扎稳了。然后有机缘，我们对全世界弘法，我们也不局限在澳洲。啊，我们对全世界，啊，这个世界的社会啊多变呐。啊，再过几年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能预料，啊，所以古德教导我们：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啊，我们在澳洲是退，啊，是要做独善其身，是要在涵养道德，啊，是要在进修学问，这个是要关起门起来，啊，所以。这个观光游览的客人，我们都不欢迎，到这个图文堡，啊，为什么呢？扰乱我们的学习，啊，但是也不能够拒绝，所以我想一年呢，我们办个两三次佛学讲座，啊，讲座期间一个星期，这个时候欢迎你上下来。啊，不是办讲座期间的，那么最好不要上山来。啊，我们认真努力修学。啊，所以说，这个是那一边有这个必要。啊，因为在新加坡成本太高，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啊，我们没有这个经济力量啊。啊，我们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啊。所以在这个图文巴买这个教堂啊，连居士们他们的房子总面积才值77,500尺啊，大概比居士林大10,000尺，居士林只有6万多尺啊，那多少钱呢？那一边钱现在比新加坡的钱还要小，80万。80万在新加坡买这个公寓都买不到啊，所以那个地方生活程度低，房地产便宜，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啊，换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是在这个香港啊，香港像这一个单位啊，这个这边是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这一层是两个单位啊，这样一个单位啊，港币大概要7-8百万的，7-8百万就是美金要100万的啊，你说我们怎么能买得起啊？买不起。新加坡的房子跟香港房子非常贵啊，而且地皮都没有啊，新加坡的房子只有新加坡的公民才可以买有地皮的这个房子，永久居留只可以买楼房，不能买有地皮的啊。那么我现在是新加坡永久居留可以买楼房没有地皮的，那还不是二等公民吗？所以受的限制很多啊。那大家一解释开了，哈哈一笑，那问题就解决了吧，就没有事情了吧？哎，所以我说，在道义上来说，啊，这个李牧原居士，我一定全心全力协助他，只要他肯干。只要他希望我帮助他，我一定帮助他。这是如果我离开的话，在道义上讲不过去。
啊，如果他没有这个意思呢，我赶快走路，以后还好见面。啊，所以我这个人留我不容易，要叫我走啊，使个眼色就行了，我就会走了，啊，一点都不麻烦，而且走得很快。啊，我说既然他能发这种大心，啊，要培育人才，我说这也是我自己的愿望，啊，他能够做，我决定会全心全力的协助。啊，所以同学们也不要听信的，轻易听信谣言，啊，中国的谣言也很多，啊，昨天李居士告诉我，他说从中国传来的谣言，说净空法师在上海已经被抓起来了，啊，然后被驱逐出境。他问我有没有到上海，我说我没到过上海，没有到过上海，是到底是那可能是冒充的净空法师，是不是？不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所以谣言很多，啊，这个不能够轻易听信，啊，一定要查证。那上一次传说是这个。法轮功李洪志到新加坡来皈依净空法师，哦，所以中国政府马上就来查证，啊，那打电话给这个李牧原查证，啊，你看这个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特地来访问居士林，来干什么？来查证的，那这确实没有这回事情吗？啊。所以现在造谣生事的人很多啊，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时间，抓住机会，认真学习。啊，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来学讲经的。啊，一心一意学讲经。除学讲经之外，其他的事情不闻不问。啊，我平常劝导大家的，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看正面不看负面。啊，记善的，我们不记不善。务必培养啊纯善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啊！啊，纯善无我啊！学佛为什么？很多人问我，我最简单的答复：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我这一生在人道，我来生在欲界天，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啊，在四圣法界，在极乐世界，我向上提升呐，啊。学佛为这个，啊，绝不能够堕落。古德所谓，袈裟衣下摄人身呐，这个是可怜的，可怜悯者啊！啊，学佛学到哪里去了？学到三恶道去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学佛纵然不能往生作佛，至少也要生忉利天。啊，最低的限度。啊，要能升忉利天呢，啊？升忉利天凭什么呢？十善业道啊！啊，修十善业道升忉利天呢，啊，四王天忉利天。啊，要夜摩天呢，那还要加上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禅定，少分禅定，禅定没修成功。
啊，但是有一点定的基础，才能够生一摩天。越往上面去，这定功越深，啊，但是没有成就，不是真正成就。真正修成定了，初禅，那你到色界天了。啊，所以欲界天上面四层那个定功叫未到定。你的定功是有，定功不到家。啊，换句话说，考试不及格。啊，如果及格了，你就到色界天去了，就不在欲界了。啊，但是四王跟忉利天没有定，啊，完全没定过，全是十善业道。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佛门里有些讲这个超度，啊，像宝智公，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到忉利天了。啊，安世高，啊，度他的同学，啊，共听湖的龙王，也是忉利天。啊，那什么？他们本身没有修行，完全凭善福啊，善福帮助他了，最高的到忉利天。啊，四王忉利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晓得断恶修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能有丝毫不善夹杂，啊，这句话佛讲得很重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常常心里有不善，常常心里有疑惑，啊，对别人有误会，我们是往下堕落，不可以。啊，要永远存真诚的善心，啊，纯净的善心，啊，纵然不能往生，你还是往上升。我们这一次做人没有白来，万万不可以堕落，现在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我今天看到桌上摆了几本书，啊，《楞严经》里面讲的50种阴谋，啊，是此地一些居士发心印的。啊，上一次他来的时候跟我讲，啊，他要印50种阴谋，我劝他呢印这个圆音法师的讲义，啊，今天我看果然没错，是圆音法师讲义。啊，印这个书的人，我相信他也是有心人呐，看到今天的这个社会呀，妖魔鬼怪呀，啊，《楞严经·清净明慧章》里头佛说过。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个邪思就是讲的50阴谋啊，我说50类呀，每一类无量无边呐。啊，我们也不必去辨别。哎呀，这个是魔，那个不是魔。啊，你搞这些妄想执着，你也错了。啊，不必去理会，专修清净心，啊，专念阿弥陀佛，每一天反省，啊，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断恶修善，啊，老实念佛，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今天这个地球啊，就好像啊一枚炸弹呢，啊，那个火药已经点燃了，哎，还没有到爆炸，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心里有数，不要怕死，啊，不要忌讳说死，
我们看清楚，啊，人哪有不死的？啊，30岁死跟100岁死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啊，一样的。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死了以后，我有好地方去，那死有什么可怕？欢欢喜喜的死啊，快快乐乐的死啊，就好像移民一样啊。哦，有个更殊胜的地方，更好的地方，你这多自在，多快乐啊！一丝毫恐怖都没有，自己要有把握。这个把握从哪里来的呢？善心、善念、善心啊！我们心目当中，这世间没有一个恶人啊！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应化的，这样才能得自在啊！这个才真正有把握啊，所以一定要把心里头那些不善消融干净啊。那我们去疾避凶啊，才真正能够做得到啊。后面这个通体经这个字，意为观舍常法，我想这个不必细说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